米仓山在哪里？米仓山在四川省、甘肃省和陕西省边境，西接摩天岭，东接大巴山。米仓山是汉江、嘉陵江分水岭。米仓山地处我国大陆南北地理和气候以及生态的过渡带，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双重影响，气候温和湿润，四季分明。米仓山自西北向东南延伸于川陕边界，一般海拔1500至2000米，山地层状地貌结构分明，组成物质有石灰岩、砂岩、页岩、花岗岩、板岩、千枚岩等。